算了，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。既然你来都来了，去收拾一下。你站出来指证文光启，我就放你出来。不管你怎么逼我，我都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文光启是卑鄙，但你也差不了多少。你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，看看咱们俩谁能熬得过谁。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周心怡！小叶，啊，你知道007去哪儿了吗？可能去卫生间了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这傻子，有没有抱你？范成刚刚听说了樊家驹的事儿，打电话来找我兴师问罪，我得去一趟，当面跟他费一番口舌。哦，好，那我让小张给你备车啊。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就行。小叶，啊，我问你，007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去见范晨啊。去见范晨啊。那个，把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带上吧，上个季度数据特别好。我去打印出来，你们在这等我会儿，文件特别多，可能需要等他久一点。不是不是，我已经都找人处理好了。你走吧。哎哎，那个，带我去吧，我想换件衣服，去我办公室，等我会儿。我们去你办公室还等你换衣服，没搞错吧？我怎么觉得今天你有点奇怪啊？哪有。走。什么声音？那个广播，广播那边。我怎么听见有人呼救？
气啊？不是施广播。琪琪，你太傻了，你应该把我供出来。你才傻呢，我一个人被虐已经够够的了，再把你供出来，咱俩得多吃亏。可是如果你把我供出来，大家就不会一面倒的把矛头都指向你一个人了。哎呀，反正我已经被食人花虐的都已经习惯了，就他这点小伎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杀伤力。你看你的脸脏得跟小花猫似的，别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你的主意我认为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林灵七是不会站出来指证文光启的。所以你作为公司的创始人、市场部的总监，就用了这种不入流的手段。别人可以用见不得光的手段害我们，我们也没必要畏手畏脚。现在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，我们没有什么方式是不可以用的。你的行为已经犯了非法拘禁罪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错了。事后我会和零零七解释的。如果不是文光启把我们逼上了悬崖，我自乱阵脚，我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？不寒，你不会是心疼零零七了吧？这件事情你以后不要再管了。行，是我管多了，我活该自讨苦吃。不寒，我们一起共事那么多年，尽管你对员工一向苛刻，但是你是第一次对我说这么重的话。先，先，你的好意我心里知道，但关押行为是违法的，你不可以挑战法律底线啊。你是我最倚仗的人，也是我最信赖的伙伴。现在公司确实面临生死存亡，如果你们都乱了阵脚，会把我给带跑。